找回失落的声音 Rachel 主持，让我们把流逝的欢乐时光再度的带回到你我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一同收听找回失落的声音。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how much I care.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and I mean it from the bottomTo my heart.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来到我们找回失落的声音节目，我是胡美健。刚才是 Richard Wonder， 为各位 Richard Wonder 哈，Richard 现在改名字了哈。Wonder， everything wonder， everything wonderful 、well, 有时候 wonder， 有时候 wonderful。所以有时候会怀疑 wonder 嘛，有时候怀疑，对，有时候是 everything is wonderful， 哎，很多是 won't do it。好好好，这样子解释还行得通吗？非常行得通。在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到节目当中和 Richard 带给大家我们下边呢是充满欢乐的时光，对，对不对？这一阵子呢，小弟稍忙，所以呢事情挺多，所以就动了很多脑筋。觉得有点累。哦，是吗？动了很多 脑筋有点累啊。好，来，你要想要赚钱的话就是会有麻烦事。那当然了，想要得到一定要先付一点出去呗。好，在这边呢先带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听。 好，话说呢一对年轻夫妻啊，这个先生的生意做得很棒，是，然后呢他就喜获麟儿啊，他听说打电话给他亲说，哎，你生儿子，哇，那些高兴的要命，然后冲到医院去，然后他就很高兴说，哎，我们这个儿子该取什么名字啊？他说，哎呀，你现在事业做得很好，巅峰，哎，叫个巅峰怎么样？他老婆啪一巴掌打过来，为什么？你忘了你姓杨啊。哎，这笑话，哎，不错哦。我的麦克风怎么还没有关？哎呀，哎，这个笑话蛮冷的不是吗？哎，好好好，朋友们真是丢脸丢到外头去，出手出到外头。好，这条歌呢是 Bee Gees 的歌词，我不晓得听过没有，我很喜欢这条歌，因为它的和音很厉害，但是我现在没有和音呢，我们只是想象有和音这样子。 好不好。 I can think of younger day when living for my life was everything a man I could doI could never see tomorrow, but I was never told about the sorrow. And 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How can you stop rain from falling down? How can you stop the sun shining? What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How can you stop the rain from falling down? How can you stop the sun from shining?What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哇，你去听他的和音。我觉得很，虽然没有和音，但是你唱的，我觉得很有感触，很有感触的感觉。什么叫什么成语？怎么讲？什么荡漾什么来着？回音，回音荡漾是啊，是这样讲吗？我们不要追究吧，我们国语国文造纸不好。哎，造纸非常不行了。越来越低下了没关系，反正呢我们呢今天呢
我那天也听了一些 Ross Stewart 的歌，你知道吗？我们好像从来没在节目当中唱过 Ross Stewart 的歌。他这条是其实是个翻唱歌，但是唱的翻唱的非常好。这条歌本来是一个女的叫 Benny、Barney 什么来着，但是没关系。我们呢？哎、欸啊，到底是怎么样？这和弦是写哪一个？那这个没关系，我们来，我们试试看。这条歌叫 It's a Heartache， 这是 Heartache， 就是怎么讲？不是 Heart Attack， 也是头痛，是不是、？Heartache。Headache，yeah, yeah, 但是唱他不叫 headache，headache，yeah，headache， 可能是伤痛吧，心痛，痛心痛跟头痛嘛 ，headache 是头痛嘛，对不对？心痛是啊、It's a heartache, nothing but a heartache. Hit you when you're too late, hit you when you're down.It's a fool's game, nothing but a fool's game. Standing in the cold rain, feeling like a clown. In and right, we love to share. We found she doesn't care for you.It's a heartache, nothing but a heartache. I love her till you all break, then she let you down. It's a heartache, it's 心痛的感觉。哎，是不是讲心痛的感觉？是不是心痛的？他没讲 feeling 吧？他没有说的 feeling， 反正就是伤心嘛，伤心，对不对？伤心的歌呢？有时候也要看气氛，就是你知道吗？我这里再讲一个笑话呢。今天的气氛，我想伤不起，心伤不起来了。我这个笑话呢，可能这个要怎么讲呢？要意会一下。OK， 就说你知道有一位年轻人呢，他是做这个、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 real estate broker。OK， 就是房地产经纪人。对对对，他就是很忙，每天都是。然后就耽误了有点这个适婚年纪呢，他爸妈就安排很多这个相亲的场合。然后有一天呢，他每次去他就是跟女孩子，哎你好、然后就开始聊，我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就聊聊着这个职业病就出来了。他说，哎，不好意思哈，那个我请问一下，你觉得这个房市怎么样？他的意思就房地产市场啊。对啊，那女的说，只要不要太过分，我都可以接受。好，没关系。对啊、有没有那个事？不是那个事，房事，房子闺房里面的事情。哦，只能言传。我怎么？就是说啊，你写的公事，我讲这个，你讲那个，不好意思吧，就有点让你有点。不是啊，我没有想到。房事跟房事嘛，对不对？闺房里面的事情跟这个市场的这个机制啊，没关系。这个又讲到伤心的事情，又讲到伤心的事。好，来，我们再看看。I can tell by your eye that you've probably been crying forever. And the star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unless a mirror.I don't wanna talk about how you broke my heart. If I stay here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 Oh.My heart. Rod Stewart 的歌曲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 其实 Rod Stewart 在西洋歌曲这个历史上啊是很具有常青树，他已经很老了，他还在，他是一个里程碑，在整个的西洋的流行歌曲里面，他是代表一个里程碑，他的出现，他的歌曲，他的风曲风
很不一样。我有听过他，我有去听他的演唱会。嗯哼，他就是。可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少唱他的歌，我们真的很少。我记忆里边好像这还是第一次吧。好像是哎、欸，好像是第一次，因为以往我们有 Beatles， 对对，我们有很多很多歌曲，但就是很少。Beatles 是最多了，对 ，Beatles， 然后就是 Elvis， 然后 Eagle， 我们有没有唱？好像有不多，有过不多，也有 Eagles， 这些，但是比较近期后来的，像 Rod Stewart 这个，我们真的没唱。他有很多快的歌呢，但是他那个。因为我听的时候，单一乐器很难表达这个。Elton John， 我们是否也曾经 touch 过 Elton John？ John 好像不多，不多哈。对，但是没关系，我们带来这条是 China Blue 跟500的歌曲。哦，其实500有不少的歌挺有意思的。风儿轻轻地吹，雨也绵绵下个不停，望着走过的脚步，又崎岖又平静，看着你的眼睛，我最熟悉的表情，一路上有你，因为拥有你，人生旅程不再冷清。迎着风迎向远方的天空，一路上有艰难也有那解脱走得的从容，因为你是我生命中的所有，将我的心放在你中，陪你到永久。这个就是与你到永久，就是歌词歌曲一猜就猜出来了，就是500。其实在很多我们都知道歌手会开演唱会嘛，然后常常会希望说大伙底下观众跟着一块唱，炒这个气氛嘛。对，但是歌手自己还是得要唱，对不对？你要他的歌他必须要表现，要自己唱。对，但是我看到的资料啊，我看到是500啊，是少数大概从头唱到尾自己唱。不是，他不用唱，他只要带把吉他在上面，你们唱，他开个头一下，从头唱到尾。我是不是我开演唱会也这样子哈？真的，500，就我这个评语就是啊，很多的评语就说500是最轻松的。开演唱会的歌手是吗？因为呢，他几乎他自个儿不用开口唱，他只要开一句，然后底下全部是现场观众，全部都跟会唱，哎，帮他唱完，他就拿把吉他站在上头弄一弄。没有，那我们是不是要朝这个方向去呢？我弹呢，这个 Pamba 你就我不用指挥，不用想到我来唱，这个是不大可能的。没关系，我们再来带一条国语歌曲，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走开？真心的花才开，你却要随候鸟飞走。留下来，留下来，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太多太多牵挂值得你留下。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花季这个听起来就像是齐秦的感觉，齐秦的歌，对，好像听过。对，他这个歌呢不是那么的有名，但是他的专曲里面呢，他每次开演唱会他一定会唱，一定会唱的。因为这个就又是为了我们那位王妹，祖贤妹。哎，
刚才不是谈到伍佰，你唱伍佰跟 China Blue， 对对啊，这个乐团，其实伍佰在台湾的摇滚歌坛里边，他算是很具有代表性的耶。对，对不对？对，像那个挪威的森林啊，挪威森林，然后夏夜的风，另外还有他帮前阵子去年在中国歌坛方面，哇，红到不行的王心凌。哦，对对对对，那个我会好好的。哦，那可能呢，等我好好的时候，我再来唱。然后还有什么？你是我的花朵，我还记得伍佰的歌。哦，你是我的花朵，等等等等，你藏在我心中。哦，你是我的花朵，一如同上空，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下次吧，这样子好不好 ？Richard， 下次我们来一个伍佰专辑，什么都不唱。伍佰歌我还是就完全是伍佰，从头到尾。可以啊。那怎么讲？那个今天我们是 Richard Wonder， 那下次250，伍佰的兄弟250，没关系。好，带来一首姜育恒的歌曲。好。对啊，今天怎么回事啊？因为选都是这种比较哀怨的嘛。对啊，这个今天天气的关系是没有关系。今天你的歌曲哀怨，但是我们现场实在是很轻松，蛮热的，不是吗？好，听听看哈。很嗨的感觉。眼泪差点犯罪，我用酒杯防卫，干掉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接，摆出你的坚决。什么都狼狈，忘掉这一切，我是落叶。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背弃你脱轨，你怎么是我唯一是罪？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女人的抉择，完美又绝对，难道要我向你下跪？这是姜育恒《女人的选择》。我以前听的时候倒不是姜育恒唱。哦，是吗？我最早听的时候是另外一位歌手唱的。我一直不知道这是姜育恒的歌，直到现在，今天，直到今天。你听过这条歌吗？听过。听过，而且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还非常的惊艳，非常的有点不是喜欢，就是也不是惊艳，就是这首歌很特别，不怎么样，没有，它冲击性很高。啊，你说，我觉得副歌还可以了。对，它的那个冲击性，我觉得它的冲击性蛮高的。只是刚开始听的时候，我不记得是姜育恒唱的，而且我还好像还真没听过他唱。现在其实我听的都是翻唱的，就是比较多。不过这首歌真的还不错，还不错。就是副歌的，就是你有那种撕裂的声音的，对，对不 对？要经过像我这种被蹂躏啊、沧桑很多的，唱起来呢，可能也还不错。有一点那种。Richard， 你好像没有那么悲情吧？有，应该不是吧？没关系，我们来一点比较清爽一点的。好，来点小黄瓜。是蒜蓉小黄，刚才太晒了。我们要跳一下痛了。你要跳到哪儿去？我爱的这生恭喜您，我爱的这西 rush to shore，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快，我爱的这 bird 共 singing. Why do the star
怀抱。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 you, it's end like a loss your love.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wonder, hey, wonder why everything the same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No, I can't understand why love goes the way it does. The end of the world. 哦，我们跳动跳的蛮厉害的哈。世界末日啊！我们本来还是比较忧伤一点，今天比较灰色一点，但是还没开始，没有想到世界末日，这一下子我们就已经万念俱灰，世界末日没有明天了。没问题，没问题。反正呢，这种歌呢，听起来你看哈，这个歌最少有几年了？这歌很久哦，这应该是Skeeter Davis。Skeeter Davis 的歌，这 N9 我看看我可不可以找得到他的。没关系，我再来一条更早的歌曲，让你找个有。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morning, bright bird has spoken like a first bird. Pray for the singing, pray for the morning, pray for the spring fresh from the world.后面怎么唱？这个是1931的 Morning Has Broken。1931啊，我哎呦破纪录了。他的 first publish 是1931，然后他这个是 Cat Stevens。哇！然后刚才那一首是1963年的歌，是吗？刚才 那个是1963年的。哇，我们越唱越回去了哈。本来希望越唱越现在的，怎么现在越唱越回去？《Morning Has Broken》这首歌，我这样在早年的时候，我们电台还曾经有一个节目用它做开场音乐，哦，是吗？对，《Morning Has Broken》。我不晓得，我这么忽然，我想不起来我以前为什么记得这么多歌曲，可见我很多时间都没有在念书。对对这个我就不说了，本来我在心里面这个暗自暗语的，但是呢既然你自己讲了我就不讲了。Oh, you're a holiday, such a holiday. Oh, you're a holiday, such a holiday. It's something I think worthwhile.It's a puppy, make your smile. If nothing, you're throwing stone, throwing stone, throwing stone. Oh, it's a funny game. Don't believe I sing. Can't think of what I say. Put the veil on my head.Millions of I can see. Yeah, why am I so blind when someone else in my throne is unkind, is unkind. Bee Gees 的 Holiday. 我们又回到了 Bee Gees. 来来来，我的跳痛跳得很厉害。没关系，我们呢，反正呢，就是呢，逮到歌就唱。好。是不是这样子？嗯。然后呢，哦。来，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就来就把这首就把它结束了，好吧？好，这条是也是咱们 Pamela 喜欢的歌之一。哦、好 ，Take the ribbon from my hand，shake it loose and let it fall，laying soft upon my skin。Like the shadows on the wall. Come and lay down by my side.
till the early morning light. And I take her, it's your time.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I don't care who's right or wrong. I don't try to understand. Let the devil take tomorrow. Lord, tonight I need a friend. Yesterday is dead and gone, and tomorrow out of sight. Yes, it's sad to be alone.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朋友们 ，Elvis 的歌曲 ，Elvis 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找回失落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虽然歌曲方面比较超比较比较情绪一点。比较 blue 忧郁，比较忧郁一些，但是好像跟我的 style 不太像哈。但是我们的气氛却是很嗨的。只要你不要看到 Richard 本人呢，其实都可以接受。然后看到你本人才会开心，会更开心的。好，谢谢，我们谢谢，再次的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也祝大家有再度一个快乐轻松的一个礼拜。下次我们和 Richard 继续空中再见，谢谢，再次见，拜拜。拜拜。